A 货迷你猪变巨猪吓亲主人。你哋唔系普通猪仔，而系被当做宠物嘅迷你猪。佢哋性格温顺，最多只会生到30厘米高。但系英国有不法商人用普通猪冒充身价125,000港元嘅迷你猪。22岁嘅 Melissa 就系受害者。去年以为买咗只迷你猪，点知猪仔越嚟越大，破坏家私，令 Melissa 好烦恼。除了作为宠物，迷你猪可能会取代老鼠，成为实验室测试对象。欧盟赞助的研究显示，迷你猪和其他动物比较，生理和身体结构，尤其是心血管系统、皮肤和消化道，都更加近似人类，比较适合用来测试药物。